大家好，我叫陈建，我是导演，我讲真话。1998年，17岁的陈婷是通过张艺谋的电影《一个都不能少》的海选认识张艺谋的，并不是网上所传的《幸福时光》海选。因为《幸福时光》开机的时候呢，陈婷已经怀孕了。张艺谋表面上是在海选女演员，但实际上呢，是在寻找可以睡的小姑娘。万恶淫为首，这就是张艺谋的人品。所以呢，我只揭发张艺谋的事儿。我们这个社会啊，还是需要最基本的正义感的。路不平呢，总得有人管，别人不管，我来管。也在于张艺谋利用媒体对我陈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。本来我们年轻导演就很难发展，被张艺谋这么一碾压呀，我更难发展。所以呢，我只说张艺谋的事儿，其他任何的社会热点呢，跟我陈建没关系，也请大家理解，谢谢。